脚可以放到下面一点，因为这个会接到力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手肘往下，好，吐气的时候手肘可以抬高一点点，对，手肘还可以抬高一点点，核心收紧，对，挺胸，对，这个就很好。三，这个重量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轻的，行吧，那还可以加一点，加个两片吧。好，走，吐气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可以了，五，走，20秒，很好，保持呼吸，很好，就保持这个速度，加油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对，再来一次。这边可以练一练，夹胸什么的。啊，太累了，唉。